这个雪人可真好看，如果有办法可以让雪人一年四季都不会化就好了。道哥，你这么一说我想到办法了，呵呵，把雪人放在冰箱里不就可以了？我真是太聪明啦，有情况有情况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悠悠，躺好了吗？我数到三就要去找你喽。一、二、三。悠悠呢？藏到哪了？悠悠，没有在。小咕咚还要再去找一找。悠悠在哪呢？小咕咚也想喝牛奶了，那我们就去喝牛奶吧。好的，走喽，喝牛奶啦！牛奶太高我拿不着。哦，对呀，太高了。哎，我们可以拿一个凳子就可以够得到啦。小朋友们，冰箱高层的东西我们是可以自己拿还是要请大人帮忙拿呢？放到冰箱高层的东西要喊大人来帮忙。哇，太对了！妈妈，我想喝牛奶。好的，宝贝儿。冰箱门打开好凉快呀，我要站出来凉快一会儿。停停停！怎么又停了？我们是能打开冰箱门乘凉还是不能打开冰箱门乘凉呢？我们不能打开冰箱门乘凉。哇哦，答对了。悠悠，现在轮到小咕咚来藏起来，你来找了好吗？牛奶还没喝完。哦，牛奶还没有喝完呢。要不我们先把它放回冰箱吧。我们把牛奶放到冰箱里吧。好的，打开啦。稍微太高了，我们把牛奶放在下面吧。停停停，道哥，你知道怎么区分冷藏室和冷冻室吗？我知道我知道，冰箱上面是冷藏室，下面是冷冻室。是要放到冷藏室还是冷冻室呢？我们要将牛奶放到冷藏室。哇哦，答对了。小朋友们，使用电冰箱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知道就和我们一起唱吧。冰箱太高别逞强，去请大人来帮忙，冷冻冷藏区分好，别用冰箱来乘凉。哇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太棒了！放到冰箱高层的东西，一定要让大人来帮忙，不要打开冰箱门乘凉，区分冷藏和冷冻室。我是道哥，还有我是摩尔，再见。